说别这么晚叫我吧，我出不来。真成了金丝雀了？比我养的鹦鹉都乖啊。你有事说事，我出来一趟真的不容易。公司给你忙好了，就等着你拿钱来呢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行了吗？要么你再重新找一个人吧。我培养你半年，你翅膀硬了，自己飞呀。你自己往那边看，离这儿这么近，但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。我好不容易才住进去，我真他妈不想搬出来了。把钱骗到手，你爱住哪儿住哪儿去，姑娘排着队的陪你睡呀。不是钱的事儿，真的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原本以为什么叫上流社会，就是他妈买奢侈品、买好车、买房，不是，那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甭管对的还是错的，贵的还是便宜的，反正就要没有用，学无用的知识，做无用事儿，买无用的东西。我发现这他妈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他妈是我教你的，是他妈我告诉你，这些人好骗。你不需要跟他们说目的，不需要跟他们说收入，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什么是新鲜，什么是趣味。我是让你拿这些去骗他们，你倒好，反过来让人家洗脑了。你千万骗到手，我给你一半，500万可以了吧？就算我拿到这500万，我还是要回去吧，我还是要回去过以前的生活吧。区别只是我有了这500万，我他妈还是要为了目的去做事儿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告诉我的《红楼梦》120回，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没干过一件有用的事，没买过一样有用的东西。人他妈就得这么活。还是这一句话，把钱骗到手，你他妈爱怎么活怎么活去。要不然我让你明天搬出樱花院。走吧，筹钱去吧。舍不得筹钱，你想好了是你跟他坦白还是我跟他说啊？什么时候要钱？今天星期五，星期一之前拿着钱到公司签合同。我快撑不下去了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，我能让你变成今天的大表哥，就能让你回到以前的 C 仔。好啊，周一是吗？周一去给你送钱。啊，thank you.
为什么吴振义和大表哥那么容易就得手，说泡就泡呀？ PUA 什么意思呀？ Pick up artist， 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搭讪艺术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把恋爱分为了几步啊，从搭讪到吸引，到建立关系，到约会，最后转场，最后的最后就是，总之来说就是套路，一切按照一个教材来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他们在大表姐身上做了很多的功课，大表姐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他们都清楚。泡她，那水到渠成的时候。这就看不出来。一般看不出来吧，除非你学过反 PUA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产业，一帮男人建立了这个 PUA， 一帮女人就建立一个反 PUA， 收费教学，教这些女人如何分辨真心还是套路。啊，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的也开始报名了，啊，大部分的人还是跟你一样，坐在电脑前，没有女朋友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单身狗。朱振，叫上老高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5分钟后出发。这个地方这么封闭，而且这儿又这么开阔，他是怎么把尸体运走？这儿的人还看不见。要不，他是把尸体又运回去了？不可能。老板，哎，忙啥呢？卸货。卸货从哪儿卸啊？后面，从后面的过路道用平板车推过来。用平板车吗？对。后面有过道是吗？对呀。买车我高逼我就买黑了，都红了买的，他们都说我娘。你们常常洗这个平板车吗？洗来干嘛？这个平板车怎么这么干净？就算他洗过，我还能验出来。我先带走了。哎，化成刑侦局，借这个用一下。啊，老板，5号晚上谁当班？哎，我记得好像是个女的，那天我好像还在这儿买过打火机。朱莹莹，今天她当班吗？当班。几点？9点钟。她平时住什么地方？后面宿舍。带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当心点啊，她要是来了你控制住她。啊。他睡哪个床？上面那个。他一天帮你工作16个钟头，你给他多少钱？他平时都会迟到吗？都是早到，从没迟到过。怎么样？你跟黄总的生意谈成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有一些进展了，应该说。有些进展。对对对对。需不需要我帮忙？雄心壮志哦，大的市场来的，真的知道就好。那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？有几个了。真的？那介绍。真的。来来来，好。我知道，印度在10年里面人口超越中国，这市场很大。说得太好了，完全正确。啊，快点喝吧。
我看见你啦。看见我了就过来吃。你没有看店吗？哎呀，不是总有人吵着要吃我做的面吗？这怎么了？过节啊？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今天啊，遇见了一个人，就住在这栋楼上。他说呢，我只要每天给他吃一碗米粉，他就可以免费把他的房间借给我们用。所以，我们以后就不用出去花钱盖房。真的。怎么我听着好像不是很靠谱啊？哎，现在骗子可多了，你可千万别上当。骗子？那骗我什么呀？骗财还是骗色？财嘛，你是肯定没有了。那色呢？色还是有一点。小淘气，快吃。骗我呢啊？你给我尝尝。谁啊？差不多行了啊。干嘛呀你？这不搅局吗？我年轻人真是精力旺盛啊，连续一个多月了，天天可着这个农村姑娘来回睡。你能不能换个有品位的？什么意思？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我俩做个买卖，你负责睡他，我负责骗他。哦，就是这个人啊。那你跟我说说他，他什么情况？我跟了他很长时间了，今儿他喜欢吃的，喜欢买。什么香气味啊你？其他资料我都帮你记录下来。周梦瑶，外号大表姐。啊？大表姐。大表哥，家住金华苑别墅。金华苑，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千金，我会找时间安排你们认识。喏，纸呢，一定要多买一点喽，因为你废纸啊，对不对？多少？不用找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啊？那么拘束，不像平常的你。稍微有点累吧。是来找西仔，我是来找你。找我干嘛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啊？我问你，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？长得挺好看。身材也不错，就是打扮有点土。你可以帮我找一个目标，男的，要越有钱越好。我怕他不回来，我也不想在这傻等他。这忙我帮你。穿蓝裙子的女孩子，你认识？谁呀？她坐在你身后边八点钟的位置，一直在看你呢。是吗？你慢慢搞，我先走啊。
走吧，走吧。拜拜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比较烦，想借你的酒来消愁。我是 David。难道你没明智吗？我叫林烨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想还是算了。我很高兴认识你，可是这样好像有点太……你觉得太快？我们今天不是才第一次见吗？月初的时候，你来过一次，就在那酒吧。离境的时候，我已经注意到你，只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胆子跟你联系。之后我很后悔，幸好今天我又可以遇上你。我之前已经错过一次了，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。可是我……我好不容易才住进去，真不想搬出来了。我不要回到以前的生活，我现在就是想买没用的东西，学没用的知识，干没用的事儿，这才是生活。
你不累啊？不多睡一会儿？你真的会带我去日本吗？那就看警察捉不捉你了。警察怎么抓我？你忘了杀了大表哥。各单位注意，就定的警察马上赶到凯悦公寓817房间捉拿嫌犯朱莹莹。还没来？他来不了了，贝瑞报警了，凯悦公寓817房间。刚刚已经发了信息给警察，他们很快就到的了。那你干嘛还骗我上来？你直接报警不就好了？老实说，我真的不想这么快报警的，因为你真的是我的菜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如果不是明天我有东西要办，哎，我们再来多一回，刚才真的很爽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你要去哪？哎，你不能走啊，你不能走，警察来这里不能走啊。这个人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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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人渣。我真的不明白，大表哥到底对你做了什么。你为什么那么恨他，要把他杀掉？你看你，漂亮年轻，原本大好前途，现在为了个男人要坐牢。哇，如果坐30年、40年，到时放出来，什么前途都没了，就这样毁了。为了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如果早点认识我就没事了吧。唉，可惜，真可惜。哇，你叫我问我干嘛？是你杀人，我没有叫你杀人，是你自己要杀人的。错就是错在你认识错的男人，原本大好前途，年轻漂亮，可惜啊。别寻死了好不好？我这样，我那1000万都可以给你，好不好？明天就打到你账户里。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你别过来。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吧？现在不是我在不在乎你的事儿，是你要是从这儿跳下去的话，警察不就坐实是我干的了吗？他们现在已经盯上我了。别，
到这个时候，你想的还是你自己。你说我们是同一类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我不要那些钱，我每天工作16小时，就是想要这点钱嫁给你，日子过得苦不苦我真的无所谓。你听我说，好，咱我都听你的，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，咱们慢慢说。嘿，你先下来，咱俩慢慢说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给脸不要脸啊！就想死是吧？好，你死，你死，你想干啥？你爱死哪儿死哪儿，就是把我憋死在这儿。你胆子好大呀你！把屎你几个老子！好，我不死了。所以嘛，我就说你性格挺好的，你比那大表姐好多了。她他妈的就是条母狗，我跟你说。但是她有的东西你没有啊，对吧？啊，来，来，你也要理解我。干嘛？门口在这儿啊！我们已经在17楼了，麻烦你们守住小区所有的出口。啊！你不要告诉我你想从那边逃出去啊！这里17楼啊！喂，哎，你说真的？来来来，等一下，都拿手机拍下。来。那就把它拍下，看你怎么逃走。哦，你来真的，哎！你不是想跳下去吧？那好，如果你跳，我就拍下。你跳啊，你跳我就拍。出去吧，我在录口供。你们看看，什么？录口供。不关我事的。等一下。我是没的。别回去，你们先一会儿啊。你们先几秒，警察不能打人的。警察不能打人的。愣着干嘛？叫物证跟法医。是。Thank you.
这个还验吗？不验了，通知家人吧，留条全尸。前面一个掉下来没有尸体，后面两个掉下来又都不让验。你们这是准备要开我呀？回去吧，女儿还在家等着你呢。花那么多钱买的房子，多在家里待待，处理一下，换身衣服。带走吧。就按董爵结案来吧。七仔冒充大表哥杀了吴振义，在我们追捕的过程当中畏罪自杀。这个女生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人都死了，留个白底。也好啊，这样让他的父母也可以更容易接受一些。还在想周云的案子？对呀、啊，我在想我姐走的时候跟她年纪差不多大，不过我姐没有太绝望，她不想死。我看过你姐的卷宗，她当时准备出国来，她要去维也纳了，她有很高的音乐才华。她有男朋友，她马上就要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。有一个细节，那上面没有写清楚，就是我姐当时怀孕，她要做妈妈了。对不起。说过，案子结了之后我会给你个交代，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。我父亲欠你们家两条命，我来还。知道我开不了枪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搞这套有什么用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从小无时无刻我都想给我姐姐报仇？你拿个枪让我指着你干什么？
恐怕这30万医药费是问题付的。手术还顺利吗？习惯了戴着面具生活的人，往往会忘记把面具摘下来，把镜子里那张脸当成最真实的自己。他们在往高处攀爬，他们不遗余力，然后一张张面具从脸颊上脱落，摔得四分五裂，散落一地。囚禁的时间，不知所措的变迁，仿佛未知的可能也已经被发现。迎着狂风手插口袋，路过你走过的路，荒诞无稽的残酷也拦不住我的脚步。世界。